陈梦对陈。女子单打，王晓彤对宋颖莎。第一局比赛，宋颖莎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3-1。4-1。
1-5。2-5。6-2。6-2。7-2。8-8。9-9。9-3。9-4。9-9。5-10。11-5。收影杀胜第一局。坚定就相信自己，还是自己在那儿忙，就老是在那儿害怕啥呀？对不对？该下手的时候就下点手，在反手对住站对位，不要乱动。先出去，线比较长一点就行，好吧？手别放那么低，他也没打你，对吧？人家拉你哪个也正常，明白吗？啊，再狠一点，人狠。不住，相持打理。发球的时候，有时正手连续拉的时候，外斜线现在拉的少了，他不是拉正手注意的，都能防住，注意连续，知道吗？有机会拉点中间外斜线啊。
第二局比赛，王晓彤发球，0-0。0-1。1-1。重发，1-1。1-2。2-2。3-2。3-3。3-4。5-3。6-3。继续比赛。3-7。重发，3-7。3-8。9-3。
10-3。4-10。5-10。5-5，王晓彤胜第二局。尤其是你拉球，你尽量我说的，你看你高球也不错的。就是细节，紧着拉正的，是吧？没拍的。是，你现在有点着急，应该等一等啊！你往后让一怕会拉落你。一个这个，一个就是说，现在接发球你看。就是请求节奏。心定，慢慢打。你不知道，你慢慢打你，先算冷静。拉落的球拍的不对。对，是这球有点上面有点乱的，稍微有点乱。再喊。第三局比赛，孙颖莎发球，0-0。重发，1-0。0-2。3-3。3-1。4-1。4-4。继续比赛。2-5。5-3。
6-3。6-6。5-6。7-5。8-5。6-8。7-8。9-7。7-7。11-7。输运杀胜第三局。割我一下那个球，我使不上劲了。他就这么高，他也高，他这样割我一下那个球，我出台有点硌手。我踢下去，把他瞪我一下，球我抽不下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说我这球稍微发要完力再不转，就直接发。你上头两个发转不垫下我了，挺好的。你发球这些挺没问题，我感觉就是说。我跟你打就说你说你不挨短，你给的球长了，你那球拉，你不用抽分。对的时候，对，主要是他现在反手拳站着呼我，他就拼嘛。中间想用正手的话，就小动作，因为他正手也行，这球顺势过去一点。想发力的时候，手一定狠狠拿起来。跟他对着板凳，他不上分，明白吗？啊，再坚定一点，好吧？先把球打得大一点，不用那么大压力接啊。输运杀，
第四局比赛，王晓彤发球，0-0。0-1。1-3。1-4。5-1。5-2。5-2。6-6。7。7-3。8-3。
13-9。4-9。10-4。10-5。11-5。宋颖莎胜第四局。到正手位撑住他翻就强了，不用非得到正手拉着他。对他正着就把位先扣赢了。对呀、啊。他正手很多直线，你得盯住位。是来不及吗？他只能用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一般正啥呢？对不对？他就。就是还是没这个东西，因为打不开，他就该出该丢了。这把球也挺好的。一盘我这都有了，接他一下，他不回我，对，他全投了，我一拉上去他又。我寻思你是你慢慢打球，算细一点，有准备，就是一个队员，对吧？有点弱点。第5局比赛，孙颖莎发球。0-0。0-1。1-1。2-2。
比三。4-2。4-3。5-4。王晓彤请求暂停。哥，我去跟我中间已经跟他打，你帮我躲在这边，他现在不敢跟你打，你注意他。准备他劈你，自己拉，好吧，你快点拉出来，你使劲拉，才拉到他反手去就行了，明白吗？啊，他反手现在就只能是防，知道吧？然后就跟他打起来，自己发球就发点刺，或者直接发长了，你跟他打起来，别让他发那个短，发完了以后再发，好吧？啊，加油，自信啊！5-4。5-5。5-6。7-5。6。继续比赛。
7-7。7-7。继续比赛。8-9。8-8。10-9。11-9，王晓彤胜第五局。没事，没事。因为你在这说一下，我听外边。哎，再说啊，你还后来中后局打的还有点齐。哎，你别跟他较劲了，他就是他不跟你。没较劲。冲他都全冲我了，我也没有。是。但刚才他都支持你，所以他们都不敢拉你。你不用接发球那么大压力。我觉得他下一局就上来就博我俩。往你两个也中，对，往你两个也中，冲咬一波，你一定要跟他相表处，因为你也俩越虚，打起相持球来，他给你中间的球，你想好用正手反手，别犹豫。你架我打完老架你，打完老就好凉，要么就拉他，要么就是说起来就抽他。对，自己多准备准备。3-3。第六局比赛，王晓彤发球，0-0。
1-0。0-2。0-3。4-0。继续比赛。4-1。4-4。2-4。3-4。重发，4-4。4-5。
5-5。5-5。5-7。5-7。5-5。5-5。5-5。孙颖莎3-2胜。
练习两分钟。男子单打，方博对梁靖昆，第一局比赛，方博发球，0-0。1-0。1-1。2-1。1-3。2-3。4-2。4-3。3-5。3-6。4。
7-4。4-8。5-8。9-5。10-5。6-10。11-6，第一局梁靖昆获胜。怎么把战术打简单的？加油啊！时间到，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。第二局比赛，梁靖昆发球，0-0。0-1。1-1。2-1。擦网。2-2。3-3。
3-3。停。4-3。4-4。4-5。5-5。操好。操好。5-6。6-6。7-6。6-8。7-8。9-7。
10-7。11-7，第二局梁靖昆获胜。前三板剪，把前三板给剪了一下，知道吗？越剪下来的时候，看后面越舒服。勾细一点啊，加油加油！时间到，看力量减轻一点拉了。方博继续比赛。第三局比赛，方博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2-2。3-1。好，3-2。4-4。3-4。5-3。
6-3。4-6。4-7。好了，8-4。9-4。4-10。11-4，第三局方博获胜。哎，谢谢。啊，有时候看着来累死了。第一下他拉你那个，有时候反而来瞪你了，说你可以不用勉强的，有时候不用勉强，可以这种侧身反拉呀什么的，你可以这种围他一下，看着还可以。啊，我觉得相识的时候你可以再出来。啊，后边如果他追你这侧身接了，接好了你可以变。你不是说一局冷静，你知道多冷静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地板，还出完乒乓球地板，这种死状的球是可以玩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搏那么狠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打越安全越好，你知道吗？越安全越好，关键时候可以搏一下，打你很病的时候可以搏，领先的时候一定要能打成功率。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。第4局比赛。梁靖昆发球，0-0。1-0。2-0。0-3。
4-0。5-0。1-5。1-6。7-1。7-2。3-7。停。3-8。操网。8-4。8-5。6-8。6-9。10-6。
10-7。8-10。11-8，第四局梁靖昆获胜。注意重点，注意重点落点，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，在你打起你那种优势的项目，像那种相持，知道吗？反手还是要边边线，知道吗？不要打那么规矩，知道吗？领先时候再出，下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凶啊，第一下。第五局比赛，方博发球。0-0。0-1。1-1。2-1。3-1。2-3。4-2。5-2。3-5。4-5。
撒网。6-4。撒网。7-4。4-8。9。9-5。10-5。11-5，梁继坤4-1获胜。
第一局比赛开始，许仙发球，0-0。0-1。好啊。1-1。1-2。2-2。2-3。3-3。3-4。5-3。5-4。4-6。4-7。8-4。9-4。
4-10。好啊。5-10。10-6。10-6。寻找机会，没有轻易，没有太好机会，就是不行，两边考虑，给你照点照片，带不用拉手，这俩带一个，带就。第二局比赛开始，新兵发球，0-0。0-1。1-1。1-2。2-2。3-2。3-3。4-3。
4-4。4-5。6-4。7-4。4-8。4-9。9-5。10-5。6-10。7-6。被人防卫的，对他接力接的巨快，我觉得球的质，球的问题。挺好，来这么动来动去，肯定不行。然后你拉球就
你感觉行的时候，你就先出去，防守先出去，不管谁呢，还加摩擦。啊，就是这么大，咱这目标就赢一局，啊，赢一局。啊，自己再想想，可以，然后场上没招可防，挖的时候就尽量中间排住再拉住，别轻易给他中，一下别人就爆了。啊，咬咬咬，别啊，你别掉到海里喊，掉掉掉。第三局比赛开始，球球球，许昕罚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4-0。5-0。0-6。1-6。7-1。7-2。2-8。3-8。8-4。
9-4。9-5。9-10。10-6。10-7。10-7。谢吗？全组一个电话，我不去了。你能啊？我就在你这儿，你为什么我能这么高？第二个，好好反手再下来，然后反手进那儿，一个点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你扔一点就行。他一来，你觉得一传一传，就进那儿就全部扫，点开了，翻过台就扫，到这翻过台就扫。时间到，第四局比赛开始，新兵罚球0-0。0-1。2-0。2-1。2-2。2-3。
4-2。5-2。罚球5-2。3-5。4-5。6-4。7-4。4-8。4-9。10-4。11-4。比赛结果，许昕4-0胜。